วยช่วยในครัวช่วยลูกผมก็ยินดีที่พี่มี我们也恭迎潮州天台宝宫福佑地区圣驾亲临佛陀纪念馆，由柳承慈慧主委呢率领我们随乡信众来到佛陀纪念馆，大家一路平安，吉隆平安，吉隆平安，欢迎欢迎再欢迎，大家吉祥如意。我们恭迎台南市仁德区月王庙月武穆王圣驾亲临佛陀纪念馆，由主委委员徐家宏徐主委。率领护法信徒，我们共同欢迎您的莅临。我们恭迎金龙山瑶池宫瑶池金母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员工祝串嘎公串永祝，率领我们的护法信徒，那么再次非常欢迎您的莅临。我们也欢迎来自马来西亚智利州吉宝岛虎宫。九皇爷庙，龙湖天尊九，九皇大帝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由我们的陈凤地主席呢，率领我们所有的护法信徒、随乡信徒呢，回来到佛陀纪念馆，欢迎佛陀纪念馆，由郭胜泰主委率领我们随乡。清水莲清水祖师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
活动纪念馆，由主持叶云耀明率领团庆祝，非常欢迎大家的莅临，大家欢迎大家，大家一路平安。来，我们恭迎紫霄玉皇宫玉皇上帝圣驾玉临佛陀纪念馆，由我公主颜童协。我们欢迎您的莅临，谢谢大家。恭迎高雄莲武普光教院南无观世音菩萨，大驾亲临佛陀纪念馆。由我们的云光业院长呢，带着我们所有的学生信徒来到佛陀纪念馆，欢迎大家，欢迎很杰出新来的吴江飞鱼的特别，欢迎大家。那个三维高位置。妙明宫呢是台湾王城老祖的开基祖庙，在七八十年前呢是洪祖庙分灵渡马来台祭祀助人。板桥妙明宫呢在台湾是非常有历史典故可以查证的王城老祖的开基祖庙，再一次欢迎大家，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吉祥。我们恭迎天宝殿南海普陀山观音佛祖圣驾玉临佛陀纪念馆。Thank you.